耶和华说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耶和华说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耶和华说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耶和华看见、听见、知道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
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耶和华下来，要救他们脱离，领他们出了到美好之地。